看来你好像很喜欢狗哎。我吗？我喜欢的是你，因为我疯狂喜欢你，觉得很好欺负吧。我看吃醋的人是你吧。一个月怎么样？一个月后你会抱紧我的。你为什么对我有兴趣？你不知道自己很有魅力吗？你知道边哭边吃冰淇淋会怎样吗？你面前的男人会心跳加速。我说为什么骗我？因为想跟你在一起。不相信甜言蜜语？让你见识真正的甜言蜜语吧。你都不好奇我的情况吗？一点都不好奇，一点都不想你。我没有问你有没有想我，我会在你身边的，海拉。2月25日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黑骑士。